这一方面的投资行为。你说在中国投资是吧？对，没有错，因为他们告诉我哈，这个在中国哈，他们那个地方没有地价税，也没有房屋税，那把这些钱留回来从台湾买地买房子，有一天每一年都要去抽很多的税去给那个。那我们这样相形之下，我们有钱呢，想做这方面的投资，是要到中国大陆去投资，还是在台湾？在台湾你买地买房子，现在也没办法增值了，因为建筑业已经到一个瓶颈了。你还要再涨，也得涨到哪里去？要租也获得不了多少的利。反而你看中国是那个中国市场这样的信心之后，你在那边去购置，又有前景，然后又不用又少这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些税。你说我要到中国去做，还是到还是留把法权留在台湾？另外一方面，我是觉得，因为我不是经纪人，可是我是这么觉得啊。是以全球化的一个市场来讲，以日本来讲。他们到全球世界各地去布局去使用各地的劳工，然后他们这些钱都可以回到他们的本国去，那相对的我们台湾人只会一味的到中国去投资，然后把钱赚又拿不回来，然后中国大陆在他要进行建设，他希望你赚到钱还能够再继续留在中国大陆，对不对？好，陈好，谢谢哈。来，高雄林先生，林先六，林先你好，林先生。你好，你好。林先生，你好。郑大哥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用台语讲较紧。会使。因为咱这外流的部分哦，是应该服务业爱开哦。好。啊，无咱这你所有报纸甲看，要请偌济工人，拢无法度请。是安怎？即摆毋是失业？什么失业的？嘿，即摆报纸甲遐贵哦，偌济人要请人，请无人。你搁有钱人，要哪来投资咧？咁有影啊！你这个工人无在条处理啊，你做咩投资咧？你是一个月偌济？一个月服务业啦，一个月基本的外场的服务人员，一个月2万块，搁食两顿，啊，请无人啊！好。报纸请人，我请无人啊！啊，机关失业最严重，够可怜的。嘿，你注意甲看这报纸，拼命咧伫这个在应征的人，外地公司拢请无人。公司又落来大权拢无影。哦，钱少的较艰苦，无人要做啦。就辛苦的嘛，时间长啊辛苦嘛。是。所以这外头对这服务业一定要开放嘛。无钱人要来投资的，无钱人无人要做生意，请无人就要做生意。你这你的外服务业是啥物款的服务业？我是一般的迄落面食店俩。哦，面食店，就这间啊俩，请无人，一般遐就请无人啊。安尼好。另外一方面就是老人的安养机构，咱这政阿扁的政府的社会福利，让我足失望。哦。我的爸爸对63岁艰苦到79岁，前年多往生去。我干那甲算算，也无本身也无留啥物财产互人，迄是无要紧。但是干那这个负担，这个一年30几万的安养费吼。看啥物人上班族负担会起个啊？哎，安尼等于一个月要3万呢？一个月。一年30几万。对啊，你都安养院挂去病啊。哦。挂去病，请特别干女啊，有诶无诶，一做一年安尼加平均个30几万啊。是。安养院是了2万痛苦啦。安尼吼。啊，佫包括生病诶钱啊。是，安尼吼。即偌济人目前偌济人老人化诶制度内底，偌济人问。面临这个问题，我怎解决嘞？好，真好吼！不钱哦，大家兄弟小弟啊，啊老的咧艰苦，上这个无财产哦。啊，这是有影，问题都出啊。有些是有影，这偌济人为着安尼头壳摸咧烧咧。这哪有钱？这目前阿扁啊，政府请了7年，嘛无得了解决啦。安尼吼，好。所以我是鼓励恁这节目啊，是咱这内政的问题，当加发挥一寡专题出来，好，和大家来讨论。感谢，李先生，好多谢。来，南港的许先生，许先六，许先。大家好。哎，徐先你好。我从头到尾我非常赞成那个高先生讲的任何的一句话，因为我本身属于一个半台商。可是呢，我是本来我是一直想在大陆投资，可是我花钱很多，不是说我能够承担的，所以我退出了。可是后来在去年的时候，我一个很侥幸，我参加一个外贸协会到泰国去展览，我找到了一些泰国人啊，我问了他一些问题，就是有关外劳的问题。可是我发觉他们的金额，我算起来是差不多5-6千块，可是这个金额到了台湾就变成2万1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啊。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请了外劳，他的价钱跟大陆那边员工是差不了多少的时候，我想没有人要到大陆去。
因为他们的政策每天都在改，对，有风险高了，嗯，多少的人资金投入那边，多少的人死掉然后跑回来台湾，有多少人现在在南港里面，在那个东莞里面流浪，有多少的中国人，有多少的台湾人在那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研究去探讨的问题，而不是去讲那个增值税什么税，那个我觉得那个都不重要，变成台流了哈，对，我觉得是我们应该探讨，就是说为什么外劳到了台湾，他那边到了台湾为什么那个价钱是往上飘，就是我们应该研究，因为如果照泰国那边的价钱来跟大陆比的话，我觉得台湾没有人会跑到大陆去。好，许先生谢谢哦，现在已经很多人谈到外劳的薪水太高哈，来苗栗的郑先生，郑先生你好，郑先生。喂，大家好。哎、欸，你好，郑先生你好。哎、欸，我想哈，这个咱台湾哈，无可能搁惊这个倒腾的较早的制造业。因为制造业造哈，就是因为咱的这个成本太高嘛。啊，所以你搁倒腾来的时阵吼，嘛无符合台湾现在的形态啦。啊，你讲的资金外流，我想这是利益的问题啦，因为。迄、那个中国的投资较有法度有利润，啊，当然这个企业家就走安尼啦吼。啊，最多的问题，我感觉若取消这遗产税还是赠与税吼，这我感觉对于这个较赚钱的人是较无理想。应该是要增加这个消费税，加五六税安尼啦。因为有能力好消费的人，有钱的人也是有能力好消费啊。啊，基本的一寡生活，吼、哦，甲咱这個基本生活有关系，税收爱降低安尼啦，这才对一般的百姓较有帮助。是是，安尼吼，好，真个感谢吼，好感谢。等下咱会当阁讨论，但是等下咱嘛要阁大家看。就是讲，国民党一直讲，国民党拢无啊拼政治，无要拼经济。马英九今天马上跟你讲哦，马英九这个马主席啊，伊今天讲吼，他说啊。怎么样把经济搞起来才最重要，不是去中正纪念堂改名。但是我要讲，国民党真正有在拼经济吗？为什么？我等一下有证据给大家看。来，我们先休息，进广告。